吃饭啦、啊！今天吃个腊肉炒腊豆腐，太柴了。麻辣梅豆腐，辣豆腐，这是烟熏的，来，姐妹们，咱们今天吃一个凉拌鱼皮啊。这个鱼皮吃起来一点都不腥，回家解冻以后就可以凉拌了。里面有一包鱼皮，一包辣椒油，自己可以配点黄瓜这些啊，吃起来嘎嘎爽，嘎嘎下饭，麻麻辣辣的。
这个是罗非鱼的皮，脆脆的，今天吃的这个酸菜面，酸，这个是酸姜，酸菜，这个酸菜9.9发三包，可以做酸菜、酸菜鱼、酸菜面、酸菜粉啊，都可以的。这个拿来做酸菜鱼火锅真的很好吃啊，9.9发三包，大包的，每一包的话都有300克，每一包300克。我好喜欢拿来煮酸菜面。煮酸菜面的话，就是先把酸菜放到锅里面炒一下，然后加水。酸菜好吃，
香甜的糯玉米来了。这玉米黑色的，多吃这种深色的食物好。很好吃，你们拍回去的话放到锅里面蒸是最好的啊，放锅里面蒸。29.9发10根。全家都可以吃。快去喽，29.9，10根。来，姐妹们，咱们今天吃个搅拌酸奶啊，这个搅拌酸奶24.9，到手6盒啊。咱们平时去店里面买一盒，只需要7-8块钱一桶啊。然后它里面有两种口味，一种草莓味，一种樱桃那个蜜桃味的啊。我吃这个是樱桃，是那个草莓味的。咱们吃一个，它里面有个勺子，然后先把它打开。放这个位置，这个小孩大人都爱吃啊。所以搅拌酸奶舔着盖子才是灵魂。搅拌，非常划算的啊，4块钱一盒。我们平时去超市的话，我看到要7块多一盒。我家孩子特别爱吃这个，本来有2箱，被他们吃了1箱了。毕竟他们去超市都会买这个，然后我就说，要不我拿一点回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吃。他们回来一下子就吃了一下，一个人一下吃了一罐，特别脆。拿来当早餐当下午茶都非常不错啊。
每一杯180克，非常好吃。拜拜。